广告。广告。腾讯视频里 QQ.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立即下载错误码 XXXX。我要反馈暂停，下一集 0.1.03 分直播 ,1.03 分弹幕高清，超清 720p 高清 480p, 标清 270p, 倍速 0.5x, 1.0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广告资讯女子800自中国包揽经营。王简嘉和霸气夺冠 50%, 75%, 100%。Z00277BU0N0, 播放模式 Chromeos,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框高 848X480-50%, 视频协议 https://cdnapd.f95985b140.0641429962.8c/v/smtcdns.com 下载速度，缓冲质量，真实错误码。版本号 3.4.37, 2018年8月21日12点35分36秒播放流水 3DA00441B, CB620C501185C5C2195C8963702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点击清除。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资讯女子800自中国包揽经营。王简嘉和霸气夺冠，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RRPUSHV 的 W00277BU0N0 IMGHTTP INUS GTIMG.COM NUSAPLS 0495889601164000 给视频继续女子800自中国包揽经营。王简嘉和霸气夺冠，时长约1分3秒。腾讯体育讯，北京时间8月23日，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游泳比赛在彭加诺体育中心游泳中心展开第五日争夺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王简嘉和以8分18秒55获得冠军，并且打破亚运会纪录，李冰洁以8分28秒14获得亚军。中国队连续三届包揽亚运会该项目冠亚军，日本选手小哭窝加以8分30秒65获得季军。比赛背景，女子800米自由泳是中国队的优势项目。从1986年首尔亚运会到2002年釜山亚运会一度实现五连冠，虽然2006年多哈意外丢冠，不过在广州和仁川，李铨旭和毕翼荣分别登顶，而且最近两届赛事中国队均是包揽冠亚军，实力雄厚。雅加达亚运会，李冰洁和王简嘉和联袂出战，两人都是世界级水准。王简嘉和8分18秒09世界排名第五，李冰洁8分28秒72世界排名第17位。日本队无人流进世界前20，中国队只要正常发挥，有望力压两位日本选手小哭窝加、森山幸美，连续三届包揽该项目冠亚军。该项目的世界纪录是由美国名将莱德基在2016年创造的8分04秒79，亚洲纪录是由李冰洁在2017年创造的8分15秒46，而亚运会纪录是由中国选手李铨旭在2010年广州创造的823秒55。本场比赛，王简嘉和第四道，李冰洁第五道。决赛回顾，决赛开始后，王简嘉和李冰洁很快就冲出游到前两位。50米时，李冰洁处于领先，王简嘉和落后 0.11 秒，位居第二，韩国选手排名第三。而两位日本选手游得比较稳健，并没有游进前三名。随后的比赛，王简嘉和赶超李冰洁，处于领先。两位中国选手并不着急加速，但对手竞争力有限。中国双数逐渐扩大领先优势，将对手甩开。200米时，王简嘉和成绩为2分02秒91，李冰洁排名第二，落后王简嘉和 0.33 秒。随后的比赛，王简嘉和略有加速，甩开李冰洁。400米时，
王简嘉赫成绩为4分09秒00，排名第一。李冰洁落后 1.99 秒，小哭窝家排名第三位。后半程王简嘉赫游的速度非常快，逐渐扩大战果，李冰洁有些掉速。在600米王简嘉赫已经遥遥领先，差距比较明显，小哭窝家依然处在第三位。最后50米王简嘉赫游的比较轻松，李冰洁开始提速，不过没能实现超越。最终王简嘉赫以8分18秒55获得冠军，该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李冰洁以8分28秒14获得亚军，小哭窝加以8分30秒65的成绩获得季军。邱鑫